要加一点这个，留一点。这个是懒菜，潮州人、香港人他们配粥啊、喝早茶啊，都要用这个，都会用这个。丢起来。过来，那个素的炒的好了吗？再炒了，再炒了，再炒了。那个客人就脸颊越来越凹了。哦，好吃，但有点出乎我意料。哎，师傅，我一直想要学那个炒饭，可以直接弄到这个里面，要怎么用？哦，就是直接给甩到那个，然后盖出来，刚好是一个。手下面一点，对你才有力气。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可以。哎，可以。有有有。可以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哇，好帅好帅，要抽筋了，要抽筋了。甩一下，甩一下，甩一下，对，甩一下，让它定型。哦，就紧紧的。然后你再倒扣，对，就比较会成。你的菜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的菜是在这里。为你而做的，好贴心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它是那个炒饭，然后它里面加了一些澎湖这边的海菜啊、番茄啊，偷吃一小口，这样子。别人的都感觉很好吃。可以。我觉得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大家这样坐着会不会无聊一点？怎么办？会吗？我们带来一个笑话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耶！好，来，超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甲乙丙丁哪一个比较丑？不知道。太好了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？甲乙丙丁哪一个比较丑？甲。哎，这个。哎，这个。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一集已经播出了，所以你们为什么都不给他面子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你知道不能讲啊，你不能讲啊。